心情会有受到影响。其实是稍微就是寂寞，因为就是工作环境就是变得不一样，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有坦途在是比较安心，然后他也是带着我们前的感觉，其实平常的话就比较不会讲这么独立的话，就可能是比较害羞的人，但是就是有时候会来关心我说要不要吃饭呢，YouTube 频道木曜自抄完，爆出幕后团队集体离职。制作人陈百祥日前深夜证实已离开公司共进退留停状态，怎料木曜上周就临时宣布暂停直播。老板日前也发道歉文表示，木曜自抄完要暂停星期四晚上在 YouTube 的直播以及麦卡贝平台的直播节目。最近发生人事变动，我需要时间想出最好的直播对策，也不应该让台哥、Kiz、昆达、温妮、泱泱与玛利亚在第一线去面对跟他们无关的风波，这是我现阶段能做的最好决定了。而据知是因为制作人力不足，所以直播先暂停，但一日系列还是有在拍，这周也会上新片，但何时补足人力仍不确定。主持人部分，台智源、Kiz、昆达、温妮、泱泱与阿布玛利亚则没有受影响，仍然拍摄与合作。对此，团队中关键主持班底之一阿布玛利亚也首度现身说明现状。我有什么想法？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阶段会有一些变化。但是因为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时候非常多的国外外景，然后觉得跟工作人员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，然后所以非常喜欢他们，所以就是可能之后也是当朋友，然后也支持他们的未来。就今天晚上没有直播的话，你有打算做什么？其实呢，我昨天工作到半夜四点，对，所以我今天没有睡觉来这边，所以我应该要睡死。我想问你之后的工，就是木曜的工作还会持续吗？啊，我的话非常持续。其实最近也是，就是一日期间，对，所以大家期待一下。那上次录，是最近一次录影。好像是三月份，对，大家心情会受到影响。其实是稍微就是寂寞，因为就是工作环境就是变得不一样，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有坦途在是比较安心，然后他也是带着我们前的感觉，所以我就在旁边一起往前。最难受什么？台哥吗？其实是他其实平常的话就比较不会讲这么独立的话，就可能是比较害羞的人，但是就是有时候会来关心我说要不要吃饭呢，会就是有一点像真的是阿公，真的是爸爸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关心我。